么一家博物馆，名为六月。何为六月？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皆月，是为六月。大家好，我叫林思成，我现在就站在六月博物馆的前面。大家可以看到，博物馆的外墙上有六种颜色的装饰，也代表着六月的一个象征。现在就跟随我的脚步，一起来探索六月博物馆吧。这是一家大型传统民间艺术展览馆，总面积达到18万平，藏品更是超过了惊人的4万件。我们目之所及，外墙和展厅的装饰使用的砖瓦皆来自百年老宅。还没有开始正式参观，我们就已经能体会到历史的厚重感了。从富丽堂皇的描金屏风，到精雕细琢的四人花轿，从门神画像到木质提篮，从木雕礼盒到竹编器具，从古家具到花床木块，各种不同的色彩背景和灯光搭配，古代藏品有一种古今结合的韵味。和其他博物馆不同的是，这里的所有展品都没有玻璃罩，我们可以伸手触摸。我们不仅可以看到历史，更能触摸历史，或者在下一秒我们就能穿越历史。来六月博物馆参观吧，让人生俗世触手成趣，六感皆悦。